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徐浩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谭湘文。我们是漫才兄弟。然后呢，我最近其实做了一个特别想做的事情。什么事情？想去尝试一下，我想去开车。哦，开车。啊，我觉得每天可以接不同的乘客，也是个锻炼你这个处理人际关系一种方式。啊，处理人际关系是锻炼口才嘛？对。啊，我就特别想模拟一下这个场景。啊，可以啊。是这样可以吗？嗯，你来配合我一下。好，就是你来演一次乘客，然后我也演一次那个师傅。好，模拟一下。对。喂，哎，你好，你出发了吗？准备过来接你了。你在路上了是吧？啊，是，你猜我开什么车过来接你？啊，管我屁事啊！啊，你要接到我就可以了，好不好？好。哎，对。我到了。啊，到了是吧？在哪里？我在路边上站着嘞。我看不到你。啊，怎么可能嘞？可以麻烦你站到马路中间去吗？啊，不可以啊！干什么？怎么撞死我是怎么回事了？啊，我在这招手嘞，在这招手。招手是吧？哎，对。哦，好。对，是你是吧？哎，是我。走不走？肯定走了，王八蛋啊！我自己打的车我不走，我有毛病啊！我说，好，上车了，啪，我这个是摩的嘞，摩的，摩的啊，摩的是吧？啊，网约车打到摩的了，怎么可能呢？那出租车、私家车嘛。好，上车了。是去机场的是吧？对，机场。尾号多少？3866。3866。哎，等一下，3866，你确定是3866吗？啊，3866啊。我打不开是为什么？你的锁屏密码肯定不是3866，晓得吧？你有毛病吧你说？我的尾号3866。3866。叫你小三了。凭什么了？我是尾号3866，我不叫3866，知道吧？好，你是本地人吗？不是。路况熟悉不？不熟悉。晓得怎么去机场吗？不晓得。那我绕路啊。哎哎哎哎，干什么了？哪有这样子的缺德呀，啊？你说，哎，不能赚这个钱不？导航。导航去机场。导航。哎，师傅，你那个手机有那个功能没有啊？我是喊你导航的。喊我导航。喊我导航是吧？你的手机可以导航，喊我导航干什么？手机导航也是绕路版的，你要不？好，我打。来，全程大概是一个小时左右。一个小时这么久，你搞快点，我赶飞机是吧？不要着急嘛，赶飞机，终点就在前方啊！还要不会跑，我重要的是享受沿途的风景。不要心浮心躁，我知道天气这么炎热，我又不开空调，那你把空调打开噻。说这么久不开空调，开开，一点苦都吃不了。我打车就是为了享福的，晓得吧？开空调，好，开空调喽。滴。哦，你这还是个挂机是吧？你这说凉不凉？凉快，好凉快。我们是走高速是吧？对，走高速。ETC。哎，对。非处方药。什么非处方药了，大哥？OTC 非处方药 ，ETC 就是个收费入口。这里还有杆子嘞。肯定有杆子呀。稍等啊。哎。哎，你好。哎，麻烦你抬一下这个杆子。你蛮有礼貌的，你还。收费站是你有礼貌就能过去的。取卡了，大哥。哎，好，麻烦了。怎么得了了？我都碰到什么人了？哎，我啊，谢谢。力气别这么重了。好，我力气重。好，对，我力气重。搞点那处方药吃。你吃处方药是吧？什么意思了，李晨？我不是，我看你脾气好大的，过得不是很好吧？我也知道，能理解了，就是现在这个压力都很大，工作压力啊，生活压力啊，都挺大的，是压力大了，就是没什么情绪的宣泄出口了。是这样，我教你一个方法了，我还蛮喜欢这样解压的。还有方法？你把窗户摇下来了，闭上眼睛，把头伸出去。你还是准备撞死我了？干什么了？不是，我是让你闭上眼去感受微风吹过你的脸颊，享受这一刻的宁静。你试一下嘛。好了。你可以把你的烦恼其实
可以适当的宣泄出来，喊出来啊！我平时是这么解压的，有用没有？你可以试一下，把你的我不想上班了，你可以大点声音来，我不想当牛马了。对你喊得越大声，我想发财呀、啊！对这个情绪，我想发财就会越出来，哎呀，就会越痛快。喊出来没？喊出来了，喊出来了。怎么样？哎，舒服一些，好多了再，好多了，好多了，可以了不？可以了，可以了。那我出发了啊！你停在这里让我喊啊！你什么鬼的啊？走走走走走，你还不如撞死我算了，我都停了。走走走走，加油加油！演得太好了，我的天！你还是要安全驾驶，安全驾驶，走走走走走。嘿嘿嘿，干什么了？看看看，有毛病吧？你看了看了，怎么了嘛？看着看着呢。这是那个最新的科技无人驾驶是吧？我这个车没有，没有就放上去噻啊！这开的玩笑啊，这哎。你有毛病吧你说，哎呦我的天哪，我其实蛮喜欢聊天的，我看得出来，但不是很会聊天，也看得出来。我其实不知道怎么跟你拉近关系，但是我又想这么做，就不知道该聊什么。哦，我知道，就是怎么打开那个聊天的阀门。嗯，拉近关系。是，我是想。我跟你讲啊，师傅，你以后就聊一点家长里短的事情，是吧？唠唠家常，一下就熟了。就是你这么聊，会拉近关系会快一点，对对对对对，就是容易熟了。吓一跳吧。你有爸爸没？你想听到一个怎样的回答呢？有，好早之前就有了，还有妈妈嘞，还有爷爷跟奶奶，一家人整整齐齐的，一个都没死，晓得吧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你什么意思嘛？我不是想问一下，啊、多大年纪？你就问我爸爸几几年的嘛？对，几几年的？我爸爸七二年的。哦，七二年。七二年的。哦，属鼠。哎，属鼠对。哦，妈妈嘞？妈妈也是七二年的呀。双胞胎？什么双胞胎了？怎么会是双胞胎呢，大哥？哎，你觉得我们两个说话的水平，谁像双胞胎生出来的？我真的我懒得跟你聊了，好吧？你开车好吧？我不想跟你聊了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有没有想问 driver？ 我接个电话啊。喂，啊，我在开车的。哦，我也想你，晓得晓得，爱你好，晚点回来跟你说了，你知道知道，好，爱你好，拜拜。你老婆说有点想你了。我的电话呀。你是，哎，我的电话你接什么接了？我不是看你不想跟我讲话，我是不想跟你讲话，知道吧？你干嘛？你不能接我的电话了？那好，对不起，我的问题。那我可以借你手机打个电话不？你手机可以打电话，你借我手机打电话干什么？我手机待会有用。对啊，我可以再接一个电话不？来，你展示一下来。喂，哎，怎么想着跟我打电话啦？我感觉没人愿意跟我聊天，好孤单的。我觉得孤单应该是常态，但是只要做好自己的事情，以后的生活呢就会越来越好。师傅，你这个情况持续多久了？
你有毛病吧？你自己给自己打什么电话了？好吓人的，你知道吧？不是，我不是看你不想跟我聊，样子不想跟我聊天，我就怕我自言自语吓到你。你这个比自言自语吓人多了吧？这个，你还是要安全驾驶人，没有你想的这些。你带充电宝没有？好好，打电话了，打电话了哈，手机没电了吧？车子没电了，车子没电了，车子没电了，看我这3500毫安有个毛用啊？干嘛？你前面有交警，别乱跑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哎。例行检查是吧？好，要的，配合。身份证啊，驾驶证，行驶证啊。辛苦，辛苦，辛苦。啊？他？哦，他没事，你不用管他。哎，好，谢谢，辛苦了。哎，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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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，好，再见啊。好。你跟他说有什么用啊？他是交警，你这个情况得找刑警。不是师傅，你到底是干什么的？我开车的嘞。你开车哪有这么开的呢？我是跟你开玩笑。OK， 别开这种玩笑好吗？我赶飞机，你快点开好吗？那我开快点了。开快点。好，开快点。对。哎，师傅，也不要开这么快。我是嗓子不舒服。嗓子不舒服。啊，机场到了啊，到了是吧？哎呦，我的天哪，总是搞哎哎哎，手机不要了，你等我一起，等我一起的。干什么？我也赶飞机。你又在这里搞吓人的事情了啊！你干什么？你赶什么飞机？我怎么不能赶飞机呢？啊，你是哪趟了？我是东航。我也东航。十里半飞长沙。我跟你一样的。怎么又跟你坐在一起了喽？谁跟你坐一起？我开了趟飞机。神经病吧，这是。哎呀。左票通道。热吧。开启，谢谢谢谢，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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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漫才兄弟的表演，这已经是第三轮出现，一次比一次稳定，一次比一次颠。更新怎么样？乐炸了哈！嗯嗯，还在缓解自个儿情绪是不是？对，讲不出来啊，反正就是很好笑，真的是。就看你们俩演出，就感觉茫茫人海中你们俩相识，哇，这一场报应就是是一场完美的报应。然后就是那种两个人就是相爱相杀，然后互相就是给对方装神经病，然后又能出梗，这个解哎，而且我听说你们俩还那个编段子特快是吧？聊着聊着天这段子就编完了。对，这个不算夸，你别说快，看情况。对，看情况。怎么到达这种境界的，就越来越神经病。就是不吃药，这是。而他这种配合，田老师应该知道，这种表演加上这种语言很难的。我就觉得这种搭配就搭得很漂亮，咱北京话说漂亮，听着倍儿爽，是吧？倍儿爽，对对对，来劲啊！互相我们之间的那种认知的隔阂，或者是年龄段的隔阂，我觉得这是没有的。就他们把那东西完全打破掉了，就是表演的漂亮。谢谢谢谢谢王老师。然后刚才我就很淘气的在你们那一个点上我摁了一个这个啊、我一看你们俩同时同频的哆嗦了一下，是真被吓到了，就是真被吓到，一般人不会在这里拍下的，小嘴真甜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觉得你们那点特别可爱，而且那会儿能绷得住，你知道吗？嗯，能绷得住。对，因为首先他们前面的就演得很漂亮啊，然后到那个大的停顿的时候，我就觉得那个停顿很漂亮，所以我就拍了一下灯。而且我想，就后边一定是有一个人，而且看到他们俩那个，就听到这个灯的时候，俩人同时抖了一下。有时候表演和那个观演啊，那个关系其实蛮微妙的，就是你只有你懂他们，你才会觉得啊，这样也许能帮到他，就是大家的一种默契吧，我觉得啊，还挺好玩的啊。他们两个最厉害的就是在一个特别无聊的梗的前边，然后能够撑好久啊！我觉得特漂亮啊，特漂亮。其实他们台下这个韦大爷是他们那个俱乐部的主理人，怎么样，韦大爷？之前他们是打出租车，然后今天他们是改了原来那套里面的80%，在大概一周的时间里，他们大概是等于是重新写了一个新的，所以我今天是第一次听，我也全程笑的不行。他俩就是创作的速度就是这样的，就是很快。就是非常棒，今天非常好，非常好，嘿，哇，嘿，好的。首先呢，我们要把孟川请到台上。其次呢，孟川，哎，
我非常非常非常想听一下你的评价。我自己的感官得190票以上，就是太稳了，节奏卡得太好了，这种默契也是很难得的。真的是，谢谢。哦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漫才兄弟的得票情况。输了？没有了。哦，你回头看嘛，好不好？好好好。没事儿，看看这位司机师傅。川哥他是把那个气接过来了，而且特别好的一点，他把这个气又让给我们，感谢川哥。这太厉害了，稿子也好，呈现也好。三票，吓人！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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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！祝贺二位保住了自己爆笑圈的入场券。好嘞好嘞，谢谢大家，谢谢谢谢。不是，我也过去，我也过去，我也过去。你也过去，你也过去，我也过去。可以可以，回来了。哎呀，升级了，升级了。而孟川以189分顺利晋级，圆得很好了，这段圆得还行。我最好的结果就是不进那个，因为我前两轮的那个成绩配不上，所以我最好的状态就是别进，然后下一轮争取再打一轮漂亮仗，这样我心里也有底。徐浩伦，哎，是我心里的偶像。可以。男男兄太好了，那个寸劲儿，我天，真的好笑啊！韩文的那种好笑是那种经得起反复看的那种好笑，我都已经看过很多遍了，但隔着屏幕看还是觉得好笑。我觉得他们比较出众的地方就是天马行空的想法、爆梗，加上他们的表演，很完美的融合在一起，巅峰级的漫才作品。就非常有作品感，真的会给观众一种感觉是在看一场戏，看一场秀。你们这篇稿子主要是想表达什么？没有边界感的司机。对，你们经常遇到没有边界感的司机吗？是我们会没有边界感一点。嗯，我会拉着司机唱歌，问他好不好听。现在我们一起给师傅一个耶，师傅说让我们停下来，然后唱首歌，说我们唱的还不错。师傅说现在他是我们的歌迷了。对对对对对，里面几个人我估计是专业的，拉了一群明星啊。嗯，有点明星感觉。Yeah, I guess 你早就想要说明白，无法只是普通朋友，感情已那么深，叫我怎么能放手。师傅觉得怎么样？师傅很好吗？很好很好。好嘞。接近了距离，只有一句话能拉长，能够让人们师傅，你这场为什么不坐前面了吗？我们吓着你们是。你们是不是参加过快乐男生被淘汰了，然后做喜剧了？你们爱不爱喜剧啊？哎呀，那你也想唱歌呀？你不想唱歌吗？这个时候一会儿我跟你讲，段子被打断以后我就不会续段子了，但你唱歌你会。我不敢想得太多。我们的目标是在上海让所有接到我们的司机都要听到我们的歌声，陪伴着他们的睡眠。越听越困。不困，串的都是高的，你这种这寂寞先生都来了，你这的确很吵，那就那种情况下是很难睡着的。你不可能睡着。话说你们俩都是新人，怎么这么好笑啊？有什么秘诀吗？实不相瞒，一直有位老友一直陪伴着我。哦，呵呵，别这么搞了，我不好意思了。陪我度过了很多欢乐时光。哎呀，属于是互相扶持。他还有来自北纬45度的喜剧基因。等等，你们俩不是湖南人吗？对，你这个族谱是哪里翻出来的？我怎么没有见过呢？谢谢你，我的 uncle 老来自北纬45度酿酒原粮黄金种植带，真正纯粮酒，好喝不上头。等一下啊。这不是我的老朋友，国民白酒老村长吗？我的老朋友，我的老朋友。哎呀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，这是大家的老朋友，走走走，一块喝两杯。喝两杯喝两杯，那可以。
哎呦，太难接了，这太炸了，也太热了吧，没有人想在这么热197票后面演的。就我知道他们好，要这么好吗？要这么好？妈呀，我现在好绝望，我现在真的好慌张呀，我已经想好两篇淘汰感言了。你在后台听他们演出是什么心情？就是从漫才兄弟一上场我就开始做这个心理准备了，本来是想听一听那个，然后看能不能现挂两个梗，听不进去。你的锁屏密码肯定不是38，另外一个才怪。我的电话呀。只听到了现场这个人声鼎沸的这个声音，掌声欢迎赵小慧。真接不住，慌死了，我在后面。哎呀，又来比赛了，对，又来比赛了。我今年还坚持了蛮久的，怎么说呢，我坚持的越久跟领导的关系就越微妙。是上一轮我来比赛跟领导请假的时候已经有点不太对劲了啊。他问我请几天，我说输了一天就行，赢了可能要两天，他说就一天吧。比完以后第一时间给他发的消息，我说不好意思领导没淘汰我，他第二天才回的消息说收到，下次注意。哎，上班这么多年他对我这点信任都没有，我这个人从来都是在外面不管输赢总是会回归职场的。哎，对，职场这两个字说出来我就已经开始厌恶了啊。哎呀，我不是爱上班啊，真就纯图个稳定，我那个班自己上的也很烦，所以我现在特别爱干的一件事就是上网去指导别人上班。就是延迟退休的那个消息一出来，我就想完了，真要让我上到65岁，我是活不到65岁了。但是人家那英50多岁去参加歌手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让他休息，我每天跟网友一起给他加油，我说英子50多这是闯的年纪呀，反正别人40-50都能闯，你要是让我闯啊，我是闯祸的年纪啊。不光指导那英唱歌，我还指导贾玲拍电影，指导樊振东打乒乓球。我前两天去买奶茶，哎，我都没忍住非要指导两句，我站在那儿说，你们做的是不是有点慢，你看你这儿那儿，你们明明可以优化一下流程的，这话我也就在那儿说。真要上班的时候让我干这个活，我第一个开始骂人，还有话，就这么馋那口奶茶啊啊，奶跟茶我直接灌你嘴里呗，让我优化，让我优化。网上都是我这种人，自己不上班天天拍视频教别人怎么上班，这边还给你拍视频呢，说工作最重要的就是要对老板祛魅，扭头就去雷军的小红书底下评论啊，雷总早上好，你穿粉色可真好看呀。雷军那么厉害的人上班当然穿啥就行了，像我这种基层稍微也得注意一下穿着，就那种比较正式的会议啊，我就不能穿洞洞鞋了啊，要找出我那件最隆重的 polo 衫。polo 衫真太唬人了， polo 衫就不管我水平怎么样，我能力怎么样，只要穿上这个 polo 衫，背上公司发的那个双肩包，坐在这个会议室，今天的人设就稳了啊，技术骨干。如果我想显得工作经验丰富一点呢，我就会把这个 polo 衫塞进我的裤子里。现在上班真是上的脑子已经不太够用了，前两天开会老板在那儿说这个项目非常重要，我希望大家把100%的精力都放在这个项目上，其他的工作用你剩余20%的精力去完成。剩余20%的精力，这老板是真大方啊，你全勤10天他还送你2天，剩余20%的精力，我直说吧，我上班一共就只用20%的精力。你问他剩余20%的工资怎么发，他就会跟你说好好干，公司不会亏待你的，我从一上班就开始听这句话。哎，我不知道今天有多少观众是有工作的，就是你们仔细想一下，
从小到大除了公司是不是也没有人亏待过我们？真的是，而且也不能聊老板，因为我回去还得上班。工作嘛，现在我一边工作一边干脱口秀，虽然是有了素材，但是也有了软肋。能说的东西非常有限，像我这种基层，除了跟领导处关系，还得跟同事处嘛。前两天有一个同事给我发微信找我说，呛口小花椒赵小慧啊，我的微信名叫呛口小花椒。呛口小花椒赵小慧这个称呼是不是有点太隆重了啊？好像在叫什么齐天大圣孙悟空。呛口小花椒赵小慧第二句就是没打扰你休息吧，我都不用说他几点发的消息，你就知道他已经在打扰了。我不是那种就是下班以后绝对不会回人工作微信的那种人，不是，但是我觉得你能不能跟我发誓，用你一天的寿命跟我发誓，这个需求真的很急，一天真的不多，但如果真的好使的话，有些人一个礼拜就能折寿一年。我那天真是咬着牙回，我说什么事儿？他说方案要改，拉你进群。我以为出啥大事儿了，进群一看就仨人，客户他跟我，客户艾特他字体调整一下，他就艾特我呛口小花椒赵小慧字体调整一下，客户艾特他第四行删掉，他就艾特我第四行删掉，真给我搞烦了。我直接在群里怼他，我说这么点事儿你自己顺手不就干了吗，非要大半夜在群里艾特别人干，有意思吗？他不理我。过了一会儿客户说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自己改好了。你上班遇到这种事儿是很烦，但是都能坚持。直到我有一天看到网上有一篇文章啊，说就是我们公司的员工平均年薪60万，我看到的时候跟你们是一个反应。从我看完这篇文章，每天上班就开始端详我的每一个同事。是你吗？还是你？你把我60万赚走了，真的难以释怀。工作最幸福的时候就是刚工作的时候，没活干。哎呀，年底那个大家不是很流行发工作 APP 的总结嘛，就是开了多少次会，发了多少条消息，什么凌晨2点你还在上班，不拉不拉的。我就不敢发，因为我的数据很难看。APP 给我总结说，你最晚的一次会议结束于18:06。哎呀，他还讽刺我说，还记得当时在为什么而付出心力吗？6:06能付出什么心力呀？可能是在纠结要不要带一卷公司的卫生纸回家吧。有那天打车碰到一个就是话很多的出租车司机，就是像那天一直在跟我感慨说，你知道吗，现在科技发展的太快了，现在种地都是机器，给人农民都整失业了。美女你做什么工作的？我真不是要怼他为难他啊，我真的很真诚地回答他，我说师傅我干自动驾驶的。他沉默了一会儿就问我说啊，那这个自动驾驶现在是不是发展的挺快呀，真能代替我开车吗？我当时就想，有我在应该没那么快。下车以后我就突然发现我这个工作真的挺好的，就是不管怎么干都很有意义啊。我好好干出去就吹牛说啊，我是为科技发展添砖加瓦了，摸鱼的时候也不用心虚了，也可以理直气壮的去找那个师傅说，你知道吗，是我在科技发展的洪流中为你保存了人类文明的火种。谢谢大家。你现在在单位和你们领导的关系到底是个啥关系？就是上下级的关系啊。不是。对，上下都着急啊。我的意思指的是你在节目里面说这些他会看到。啊，对对对对。然后说你说你摸鱼他也会看到。他坐我旁边他应该就能看到。来，更新。我觉得这个事儿嘛，就很像我和我的袁总老板的那种系列啊。我觉得讲出来嘛，就比较吸引我。虽然他讲的有点平，对不起，不
不平，不平，不是小慧平。这上面那个太过分了。是上一组太夸张。